再去楼上上，等下再去楼上领。好，好，好，还是没有问题。你还是说是你叫通道选错？对，选错了。好，这样。好，那我改一下声音。就会把那颜色哈。哦，开始响了。哎，这是我的奥普多的。不是，我不是。哦，不是，因为他投影机是投影机，他把它压扁。没事，我调我解析度了。因为昨天好像讲说这边投影机都有解析度太高会读不到。哦，这有可能。好，那投影机的话是我改，等我下。降一半。就我哥降到。720。还是我当过。现场有人有带那个 Apple 专门给那个他的那个什么 HDMI 的 output 吗？专门就 Type C to HDMI 的。因为我在想这个应该蛮吃那个。哦，靠，太强了吧！那也可以啊，因为我是 Google 使用。我靠，太强了吧！哇，太猛了吧！等等，我再检查一个东西。这是为什么后来都不信任这玩意？我去买一个，对，而且比这便宜多了。干真的假的？对，我又不要买单狗了。我后来完全不信任，妈的，太强了吧！要介绍的时候是这个，我就是念这个。对，你就这样念就好。那我第一个字我是要念这个。Feel。啊，你就讲小飞机也可以，讲小飞机啊。人好多，好可怕！哇，这个线不错哎，回去马上买一个。需要给你规格吗？这什么规格啊？我一转就，看这个好像不错。这样说吧，无形工伤。不，这不是无形，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重要东西啊。对。你在那开会开到快起笑的时候，他妈在那边给你上面333，真是受不了。
林永和，你为什么坐在这边？你为什么？这一场就这么多人就来听，够。就我这个非常低调，我都没有宣传你的锅。没有，千万不要这样讲。好，虽然我也是两。那感谢大家来到看雨之牙鬼，我是主持人 Jeff。那本鬼的宗旨在分享开源与职涯如何结合。如果你对投入开源活动跟人生职涯觉得有什么关系，然后想要来听听看，就是这一场议程的分享的话，那就是我们来欢迎进一下那个小飞机的分享，谢谢。哎、欸，好，大家好。我拿这个。我拿下那个口罩奖。哎、欸，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大概利用短短的二十分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个人怎么样，将这个就大家都参加这个 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将你的 open source 的这些 community 的经验啊，参与的一些过往啊，去融入到你的工作里面，在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哦，是参与 community 去融入工作，不是工作融入 community， 方向有点不太一样。那至于这怎么做，待会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待会讲的部分啊，我也可以跟在开始讲之前，有没有曾经看过，在就是有没有看过我大学的成绩单的举个手？大学成绩单有在网络上看过的？哎，都没看过。那看起来还有一段的，我大学成绩单有放在 PPT 上面，就是非常的烂。好，没关系，待会再讲。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是费尔晃啊。那这个有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小飞机大帅哥，那个就赞助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六年前还是七年前这边赞助的时候乱写的。那我现在人在 Cloud Native 台湾 User Group 担任的是那个志工的一个角色。那主要的话是希望说能协助大家去就营这样子Cloud Native 相关技术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做一个讨论，然后去做一个发展。那我们也相当欢迎说，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国外啊，这还是这些很奇怪的技术，你觉得哦看不太懂的，你也欢迎找我们来做个技术上的讨论，我们会非常乐意去跟你做一个探讨。好，那before 在开始讲之前啊，我还是这边宣传一下，那个这个下面有那个 Cost Club 有行销组嘛，那它底下有一些个人赞助的部分，我个人对这种 Cost Club 的所有活动，我就每一年都一定会 sponsor 这样子。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前公司的那个同事啊，他自己有去做那个 logo， 那个蛮可爱的，那我学姐做的。对，我前公司有个妹妹，然后但是我都叫她学姐，因为我进 VMware 的时候，这个有录影吗？有录影啊，那反正就是学姐，我都叫她学姐。那她弄我真的蛮可爱的，赶快就给她 sponsor 一下。好，那我今天的内容其实不会简报没有讲的非常多。那如果说待会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去做来就举手做个发问。那开始讲正题，其实今天最重要应该是这一页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很多人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活动，有没有？你就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参加？你参加这个社群活动，它最主要会跟你什么样的部分会有个关联？大概以一个 community， 它可以延伸上面来讲，会分为三大部分：技术、社群跟工作。那如果你从左边，大概这个是我的整个时间轴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不是来找工作，你看我右下角工作，我就快把所有原厂点满了。我只是跟大家讲说，怎么因为我的工作都跟社群是有很直接的关系，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你会看到说我早期在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本身就参加 Cost Club， 没错，就是大家现在参加的 Cost Club。我从 Cost Club 这样子一路参与，那时候是跟 David 黄是弄那个网路组啊，就是拉那个 wireless 的网路嘛，那也就是拉那个 wireless 那边拉拉拉拉到后面就对那个 networking 有点兴趣。那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最主要做什么，就是参加了什么酷学院。酷学院还有人知道吗？应该很多人知道吧，前辈们应该都知道齁。好，很好。因为最近我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鸿沟。就是对啊，就是酷学院那时候我在台中，然后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社群。那我知道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对这个外面的业界通通都不熟，我通通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我透过这样参加一个社群之后，我大概知道哦，原来业界的生态 maybe 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就是比较写实一点，就不是人家大家书上写的很漂亮这样子的一个话。那好，
所以我就不小心知道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也就是从那时候比较奠定的说我之后的技术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就是东看西看嘛，就比如说看我 NIRS 也碰 ，Security 也碰 ，HPC 也碰，Windows 那时候比较偏向是修电脑，就是大家知道我大学嘛，对，就会修一些奇怪的电脑。那可是那时候我最做的一件事情比较多的是所谓的手术线 integration， 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有在管一些担任一些技中的一个角色嘛，就是去协助管。机房啊，还是弄一些有的没的手务选。那时候我就很爱 try and error， 就每天在那边 try 一些 NIRS 相关的东东。那我如果假设我有一些问题的话，我其实很多资讯我都是从社群这边去做到一些资讯的获取。那可是那时候我是在我大学时代的时候，可是我那时候大学不可能就知道说我现在人就会跑到右下角那个方向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会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参加这样子的 Coast Cup 的社群啊，其实最大的对你的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尽可能去扩展扩大你对于整个技术站的这个边界啊，理解了一个边界。像以前我也不会，如果没有参加社群，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 IT 世界这么的大。好，那一阵子之后我跑去先当兵。如果在场你是学生的话，当兵这件事蛮重要的。当兵这件事会影响，我会非常奉劝，如果说你是还在大学的阶段，先当兵会比较好，因为兵役的问题，你看我后面的工作，没有一个是延替的，跟延替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后面的所有的外商工作全部都会卡延替，所以那个你如果要一个你自认你是一个相当比较积极侵略型的一个。打工人才的话，那你就建议先把兵当，而且现在才四个月，不要这四个月赶快当就好。我那时候11个月，对，好，然后后来就当兵的时候顺便考了一下那个，也不知道，就面试上了一下那个交大志工。那时候也就是因为就不知道怎么样进去之后就开始研究网络，然后弄就跑去参加了社群。那可能那时候比较盛行的是 SDN 相关的一个 community， 那时候也成立了一个跟几个好朋友成立一个 SDNDS 的一个。专门在讨论 software define， 就是软体定义网路，还有是 NFV 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社群，然后去做一些探讨。那探讨到最后面之后啊，同一时间我也在交大里面去做相关的一个工作之外，那但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每一份的经历啊，其实都跟会叠着前一代的经验往上去做类似。增量的一个处理，什么叫增量？就是说我的所有的经验都 base 在我之前的经验，慢慢的叠加上来。那像网络的部分也是基于说我之前对 NIRS 相当的熟悉，才慢慢的去做一个延伸。那最后我第一份工作怎么去这家公司上班的？就是一开始就被挖，就是就直接说你赶快毕业，赶快来上班，对，然后就跑去上班的。那在这家公司可能很少人知道，反正它是志邦的一个子公司。那他大概也是我人生目前啊，没办法，疫情就是出国出最多次的一家公司，这种外派飞到疯掉的那一种，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月有4周都不在台湾，然后每周回来就是睡觉，然后起床就又飞出去了，就飞到其他国家去做演讲。我最主要的部分是到处演讲，然后做 POC 这些，就各个国家都有。那弄之后呢？我那时候是搞 Kubernetes 嘛，就是搞了一个 POC 之后，就是弄就不小心就被挖去 Red Hat， 对，就是 Red Hat 的那时候有一些合作，然后就觉得这个就大家都反正都看不懂嘛，因为那时候是以网络专场去做基础，然后去看这个 Kubernetes 相关的网络，那看一看之后，我就跑来 Red Hat 去做这个手务选 Architect， 反正翻译来讲就是。就转换领域，跑去看那个 Kubernetes 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也就是因为转换领域之后，我觉得说，这个 Kubernetes 好像蛮有搞头的。那我就开始去搞了一个 Cloud Native 台湾 User Group， 去跟几个好朋友又把这相关的 Community 把它成立起来，去做一个延续。所以你会看到说，直到这个阶段为止啊，我大部分的工作啊，我底下的工作都会跟我的社群、跟我的技术全部都会挂钩在一起，通通都挂钩在一起。那从在 Red Hat 大概5年前的时候，对，我现在工作大概才6年而已。那以就是在看那个进 Red Hat 之后啊，那看 Kubernetes 之后，大概因为它这个整个发展趋势非常的凶猛嘛，就非常的勇猛突进这样子，所以久了所以后面的工作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对，所以我要强调一点是什么？你会看到说我所有的工作，我的工作的那个资历，应该说
我的工作主要大部分都是被找比较多啊，我很少自己会丢履历出去的。可是呢，我有一件事很在乎的事情，就是这个 community 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参与这个社群，然后我可以获得到什么？这个是很多人问号嘛？我相信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疑问。但我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 case， 就是说，你参加了这个社群，就尽可能找跟你这个社群有相关的一个工作下去做，它会有相当的一个延续性。那至于说参加这个社群是不是一定要在台湾，还是说你要在像是去跟 Global 去做接洽，这个待会会讲，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嗯，好。所以这个大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历程。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参与社群参加好几年的话，你应该有办法有机会，应该可以把你的工作职涯啊，跟你的社群经验、啊、跟你的技能全部把它挂钩在一起，拉出一张表。你会发现说理论上来讲应该要很强的关系，这样其实会对你的职涯会有一定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你看我现在跑去，我现在在哪里？哦 ，Microsoft 了，对吧？没事啊，就没这个，反正就到处，我就把信义区的目前目标是要把信义区的所有那个四个角全部换过一轮，这样。没有啊，就是做，反正就是你看，大部分是做 architect 的角色，就是做架构师这样。对，所以你现在所但我会说，如果你问我说我现在这样子的工作基础往前推的话，哪一段时间最重要？我会说最前面。最前面这个 course cup 老实说真的很重要，所以你看，我直到现在已经都工作成这样子，我还是愿意来做一些contribution， 就跟大家讲说大家以前怎么做，因为我知道这个 course cup 还有一些像比较 fundamental 一点的社群，其实是对很多不论是在职啊，还不应该说你是学生，然后在刚出社会啊这些朋友来讲的话，其实是相当重要，因为它会更增加你的整个 overview。好，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开始你的contribution， 以前过往来讲没有这样子的文件啊，但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很需要一个 guideline， 我知道每个人学习的 journey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你可能说你需要一个 guideline 你才有办法去做事的，那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 GitHub 有一个我觉得写得还不错的文件叫 Open Source Guide， 那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那这边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开源很多人都是用就是你知道这个专案，你去用这个专案，然后接下来就没了，这个是绝大部分的人的状态。那那我要强调一点是说，其实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其实就是 contribution， 这件事才是真正最重要。当你会去做所谓的像刚刚知道跟使用，这个都叫做 input， 就是说这东西带给你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没问题，对不对？那你怎么样 contribution， 它是一个比较反向的操作，叫做 output， 就是做把你所会的知识去分享给别人。然后去做一些贡献。那这个贡献来讲的话，你当然不单只是说，分享知识啊，分享 source code 啊，这些有的没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在被演讲，我跟大家讲说我大概怎么样，透过社群跟工作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挂钩啊，跟一个发展，这也是一种贡献的一部分嘛。那像我昨天也有办一个相对应的整个一整轨的这样子的活动，那跟几个朋友这样子把它弄起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去内化成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啊。好，但我今天不是讲这种比较形而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以一个 contribution 这个单字来讲的话，对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我还是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叫 input， 一个叫 output。input 是什么 ？input 其实就是现在大家最好做的一个部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参与社群嘛，这个很正常嘛，就是大家其实坐到这边其实就是参与社群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无论是，但这件事情是无论说你是在地的、啊、还是国际的、啊其实你都是要依据你自己的兴趣去参加，自己的兴趣，因为只有兴趣才能走得长远，大家要记得，就只有兴趣才能走得长远。就像我现在对这个 community 就还蛮有热爱的，所以就投注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嘛，对不对？你没有兴趣的话，其实很难走得远啊，所以务必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兴趣，然后去做参与，无论是哪个社群都好，就是 Cost Club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fundamental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community。好，那第二件事情是怎么样？第二件事情其实就很多人在工作上会很常遇到，就是使用 OSS 的 project。那这件事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在 GitHub 可能 maybe 看到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你看到它的 readme， 然后 download 下来安装使用，好，这个没问题。那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很少人会做了。上次大家做发 P 啊发 issue 是什么时候？有人有发过吗？你不要你这个没有，很多人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为什么要发 PR 啊？为什么要发 issue？ 但我要跟大家讲说，这件事还蛮重要，就是说所谓 feedback 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output， 就是说你把你使用过啊，你想要你觉得这东西不错，你也想要让它更好，那你会愿意你可能会希望说，让这个这些 open source 的专案会更好。其实严格来讲，你应该要做类似发 PR， 就算没有 PR 没关系 ，issue PR， 写文章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去尝试的去做做看，去做协助这样做一个推广，推广。那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很多公司来讲，基本上都不太做了。这个我说认真的，很多公司都不太做。那如果说台湾的这个好像有录音，那、不行，不然我这样太凶残，不行，这样不好。那好，反正先跳过，反正就第三个来讲，不行啊，这样我会把整个面，不然我这样我知道不，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下面工作怎么样。我这两个都售前工作，就是所谓 pre-sale 就是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客户，我在，反正就是很多客户，然后就可能哇，就会跟他噼里啪啦讲一堆，但我还是会秉持良心做事的，就是办不到的事情，我还是就是说办不到，但就是售前了，所以我会跟很多客户端会去做 engage。那后面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我还刚进去一个月还没搞清楚状况。好，反正简单来讲就是说。反正我对台湾这边的客户啊，还有一些 open source， 因为我自己有参加一些 community 嘛，就大家比较熟悉一点，所以大家知道说台湾跟国际的一些差距大概在哪里。但我觉得最大能做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做这些 feedback 和建议，其实很容易的去提升这样子的一个能见度。那第三个还是跟你工作有关系啊，毕竟你参加社群不是不单单只是兴趣是一个可以延续你的方式，但热情的来源其实基本上就跟你工作最好是要有挂钩，因为毕竟这个公司还是要赚钱养家嘛，对不对？对啊，这个合理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活动怎么来，你还是有 sponsor 嘛，对不对？你没有 sponsor 怎么办？对，那所以在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基于你的兴趣，基于的社群，去看看大家都从事怎么样的工作，然后去尽可能融入他们，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好味道。什么叫好味道？就是说就像比如说 Red Hat 没什么问题嘛，对，这个反正这个它本身就是 open source， 但就相当奇特的一家公司，那比较猎奇一点。那 VMware 为什么跑进去呢？这个也是因为我做弄 open source 弄得比较反正就是弄得比较久，那他们也希望说接下来要朝向走像这个 open source 这样子一个路线，所以自然会抓相同味道的人进去去做就是去工作。那Microsoft 其实半斤八两，他们最近也在弄那个什么 GitHub 什么的，就是希望能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的整个生态系啊。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讲这些东西不是大家现在都在做吗？哦，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你看到的文章跟台湾实际上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哦，大概 gap 是三年，gap 差三年，对，大概我现在目前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的间距。那好，所以在这部分来讲，是你应该可以做的一些 input 的部分，就是说你在不做任何的output 的一些不花费很多时间的状况之下，你都可以做的几件事情。那接下来 output 的部分就是更重要的部分，这几件事情也是我自己个人有做过的。那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无论你是哪一个职位啊，我都会超级超级强烈建议写文章，非常建议写文章。写文章是你整个 CP 值应该是目前最恐怖高的一个事情。写文章它可以做几件事情，待会后面会细节讲一下，说里面到底为什么要写，然后你要大概差异是怎么样。好，第二件事情是进 code base， 就是写进 code 啊，比如说你是改一些什么 commit code， 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进 code 的一个动作。那第三个就是演讲分享，像我现在站在这边来做一个分享，但演讲分享这件事情是比较需要时间跟舞台磨练啊，它主要比较欠缺的是舞台，所以在Coast Club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其实还相当适合，或一些 local 的 community 其实是相当大家去做一些这个舞台的，就是给你一个舞台，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然后去做一个 sharing。对，那而且现在的执行方式还比较简单一点，现在执行方式怎么样？像所有全球的community 的分享，大部分都是以线上分享为主，因为没办法，就整个疫情，像大家都走 hybrid 模式，所以线上的准备功夫跟比线下来讲的话还要少非常非常多。线上演讲我怎么讲？
现在演讲我只要有个 camera 有个麦克风开起来，我就可以马上讲，我连简报可能都没有，还是要准备一下，反正就是没有没有，那个是因为讲的实在太熟了，就有时候会懒得弄。对，那如果线下的话，你可能就看到哇，那个美美嘎嘎一大堆，我麦克风、那个、影音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像是现在做sharing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它的成本、它的准备工作去挑战难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我还是强烈大家去做的。这几件事情是我自己一直在做，到现在我还在做，那我未来也会去做的几件事情，那我可以给大家去做个参考。那无偿贡献，大家很多时候做 open source 可以获得到什么东西？其实不外乎啊，我就平常心讲，大家就分这三件事情。无偿贡献，其实最重要，会 benefit 的人不是别人，是自己。教学乡长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请问是老师学的多还是学生学的多？严格来讲是老师。所以当你今天是一个 speaker 的时候，你站在这边，你去分享一个主题，其实真正学最多的人是你自己，不是别人。这个我还是要讲一次，就绝对是自己，不会是别人。哦，还剩十分钟，哇，好，所以在自我能力上的提升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最显著的一个影响，所以在个人能力上来讲，这个是一个你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那第二件事情是影响力，影响力是什么？就当你开始去做一些发声，开始去做一些影响人家的行为，比如说像我有时候讲话，像我大概参与社群好几年嘛，有时候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高中就看。就有看过我的，那有些长大之后就跑来跟我讲说，欸，小飞机当年你讲那几句话，哦，影响我好深，哇，吓死我了，害我都就最近很有感觉啊，就是渐渐的这个参加十年了，就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有点影响力。但所以你到最后面来讲的话，其实影响力这件事的提升会有一定的 benefit， 但它怎么样去决断，我可以跟大家讲，所有的外商如果你想要有promotion 的机会，外商他其实我后来研究半天之后，他的确也会看一个叫做影响力，他会看影响力。那他影响力怎么量化？老说我还没有研究出来，但老说这件事情在整个的职涯的发展上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易懂难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知道好，你要提升影响力怎么做？它需要时间，它是真的很需要时间的东西。像我之前老板也是常常在讲说，哦，我们要提升大家的在什么什么客户的影响力啊，怎么样，整天在那边讲，就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我去跟大家讲一个技术的发展，跟别人去讲一个技术的发展，两个讲出来的分量肯定会相当的不一样，对不对？好，再来是 reputation 系还是跟自己有关系。对，你可能常常在讲啊，比如说我可能经常分享一些技术啊，所以大家可能对我印象就是说，哦，就技术阿仔，对，我就是技术阿仔，对，所以在讲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判断啊，一些决断，可能就相对比较精确一点啊。对，那这个长期建立起来，其实就自己的一个信誉。那关于参与社群的上来讲的话，其实以社 community 它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它有点像帮派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比如华商帮啊，哎，华商派啊，什么武当派啊，差不多这样的感觉啊。对，反正简而言之来讲，你要去找一个你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你自己愿意花时间去投入的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然后你也要认同这样子一个地方。那无论是哪个社群都好，对，可能是 CoastCup、HeCom 什么 CCom 这些都可以，没问题。对，那你在每个社群啊，比如说我可能参加好几个社群，可是每个阶段有可能不一样。那你可能是新人、潜水者、讲者或 organizer， 这样子不一样，你可能会有各个不一样的目标。那如果你是新人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你要找一个 role model 去做学习。那可能是社群最会噼啪讲的那个人，比如说可能是speaker 或 organizer， 或者是你自己的同侪。那如果是潜水者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朋友去做讨论，因为这个会比较长久一点啊。可能看很多也是参加社群才认识我嘛，对吧？就认识很久了。那还有你是 speaker 的话，其实要找你的技术同好。那其实这个你如果有发现到说，其实台湾的社群的讲者啊，再怎么讲，其实就是那一区，就那个那一堆人，就是那个圈圈其实很小，不算大。那所以这个是几个你分别不同的要追寻的一个目标啊。那 organizer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想要提携后进。那这个后话有机会再谈。关于写作，我刚刚有提到说一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你人生，我会强烈建议你就算是在学期间，你都应该要尝试去做的事情。这是我2013
我大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写的文章，那现在写了一大堆有没的，就是干话特别多这样子的一个文章，整个进展差很多了。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写作啊，它不是为了别人，它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它不是为了说哦，你要把那个文章写得多好看多好看，是让人家觉得说你好像都别人一眼就要看得懂。我跟你讲，答案不是，那个文章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你自己都看不懂的，最好。做别人会看得懂，就像我每天看着公司的文件，哇，这个糟糕。我没有讲哪间公司啊，三家都有嫌疑，这样。就是看完，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写给我看的吗？不是，我还是自己写一个大家看得懂的版本，然后我就自己会去写成另外一个风格。所以这很多台湾的朋友在写那个 blog 有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不然啊，官方文件就有，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写文章？对不对？合理吧？就是因为看不太懂，这个真的为了自己啊。那我会跟大家讲说，他其实是为了自己，哎，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好，那他也就是因为写作非常非常的耗时，他也是唯一一个你可以在写作期间之内培养那个大量自我阅读的机会。什么意思？你在写的时候，你会去引用很多的文章，很多的那个 reference。你在慢慢写的时候，像我写一篇文章，大概就花四小时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四小时，那大概几千字这样子，慢慢写，慢慢写。那它非常的耗时，那它也，但我从中学习的东西也是相当相当多，就是大概知道哦，这个触类旁通，就、哦、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可以去了解。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尝试的去做写作，然后虽然一开始写得很烂，这没问题。那重点是要写给自己看得懂。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害羞，你可以写 wiki。你可能觉得说，你想要公开出去，比如说像我这个很早期的一个 blog， 那公开出去，对不对？那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反正就是做一个尽可能慢慢的去做写作。那写作这件事情啊，如果说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假设我面试官的话，你如果写作的话，其实我会看。我会稍微看一下那个文笔风格，有些人文笔风格看写作就大概知道说，哇，这个在攻瞎回。那有些技术宅写的超文青的，我就有遇过那个超像文学性质的，把他写的这种文学，我真的吓死我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然后再来是 source code 的进扣的方式，那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昨天我们的我们的朋友这个 Ada 他自己也是分享一下他第一次怎么贡献这个 CNCF 相关的一个专案。那其实很简单，你看他上面就写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in Dashboard， 就这样，今天就一个，嘿，对，就是这样子，也是一种贡献。所以其实整体上来讲，贡献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是有没有心要去做，或者是有没有找到自己的逆取点。比如说他其实有在用，然后他觉得这个不好，那他就尝试去修复它，然后去跟人家去做更多 engage， 然后去做一些分享。好，所以他整个起步点其实就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差不多。好，再来是演讲技巧。演讲技巧是一个易学不应该也不是易学啦，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没有人一开始会天生就会演讲的、啊、这个是事实，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如果你是硕士班，应该有跟老师报过 paper 啊。你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报 paper 的时候，不是哇的瑟瑟发抖，对不对？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就是那种感觉。但他这种东西讲久了之后，你就会脸皮就变比较厚一点，就是长茧了，就没有在怕，长茧了。对对，那他的唯一的那个成立条件其实就是多练习啊，真的是多练习。无论是大大小小的演讲，我从小到三个人演讲，到大到一千人的，我都有上去讲。无论是技术，无论是商业，通通都是 however， 只要你有收到这样的机会，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做相关的一个准备。那里面到底要训练什么？其实大部分来讲，以一个专业的一个 pre-sale， 比如说专业的 speaker 来讲的话，大概尺度拿捏。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不能讲，就像刚刚这样子，对。然后时间控制、临场反应，可能现场很多状况，对。然后语速、声调这些有的没的，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练习的部分。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临摹，你去模仿人家的讲话内容。那我最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只是要练习讲话这件事情的话，听 podcast 是超级无敌有用。因为有阵子我讲话就很像 podcast 那种风格，就是哇，这讲话起来就有那个段落层次这样子。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那再来是说，如果你现在工作要走售前，就 pre-sale 的部分 ，pre-sale 的工作是
你会需要天天三步、天天都要去简报，天天都要简报。Excel 工作不是整天画架构图，没有，反正三家公司都有嫌疑。正常来讲，就是反正就是Excel 它你需要去做简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冒牌者症候群。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是 speaker， 曾经有当过 speaker 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你去找一个常常演讲的前辈去多聊聊，因为这件事情比较困难一点。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有时候了。那讲久了，你就会看到说，从原先2014年、2015年到2016年，这样一路讲下来，大概快有不知道我们100场左右的一个演讲去做一个分享。反正这个很多的大部分的讲师都很愿意跟你去做一些 sharing。好，那这边大家都讲说要贡献啊 ，input 啊 ，output 啊，那没有人很少人会讲到代价，代价是什么？时间，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你的时间，大家的时间都很重要，一天就24小时嘛，对吧？合理吧？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那他只是你花费在社群的时间，可能在会用另外一个形式去做呈现。那他可能是什么？你的 reputation， 就像我刚刚讲的 reputation 啊，你的这个影响力啊，这些东西会慢慢的积累的，慢慢的去做一个增长。那第二部分可能是薪水回应，像我大学。这个讲得很可怜的样子，但大学的时候就可能别人在那边晃啊，我可能就每天都在看 Terminal 在那边跳。我那时候有个无聊兴趣就是，播那个中华一番的那个 YouTube， 然后在那边敲 Terminal， 就当那个背景音乐在听。对对对。但一样，它也是可以换得你相对应的一些技术经验啊，这个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它的代价。那第三部分来讲，应该是比较这边会比较常遇到的，像同侪压力。你看你的同事啊。你的同学啊，你的朋友啊，哇，每个人都抢得跟什么鬼一样，对不对？还要备稿找讲师，像我们现在还有找讲师的问题，对不对？还要维护各个社群关系啊，还有国外的一些关系啊，这都是压力来源。但是实际上来讲，你会比人家获得到更多是很不一样的经验，因为你是 output 去尝试跟人家去做这些的联系啊，那你所获得到的经验会跟人家相当的不一样，相当的独特。那这部分来讲会有什么好处呢？就像我刚才讲。还是回归到影响力啊，还有一些像是你的自己的 reputation 这些的部分，这些东西是一个你用钱是换不到的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换的这种东西。那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为什么小飞机你现在搞社群搞就是参加那么久啊？那这个要参加到什么时候？就大概我在想了一下，大概只有这句话可以讲嘛，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就是说就算今天。我在场的人有100人，对不对？我只要今天的我只要有办法影响到一个人，其实对我来讲，今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只要影响到一个人就可以。那每次那个很多人都听过我讲过、啊，我只要影响到一个人就可以。对，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观念。那希望说能让这些开 community 啊，这些贡献啊 ，open source 的这样子一个精神能持续延续下去啊。希望说后进也能慢慢的。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因为这个目前是整体来看是整个大趋势都是这样在走。啊，如果说你对这个工作啊有什么兴趣啊，刚刚那待会那个 RB105 有征才的一个活动，那如果说你私下有一些什么各就是刚前面几个外商还是其他外商有兴趣也可以找我问问，对，因为大概外商生态我应该这边应该算是晃的蛮多的，对。就是有一个无聊的，就是佛系猎头的一个身份。好，所以大概分享大概到这边为止，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